祝你们祝福开心快乐。
永远的幸福，祝福你们，祝你们新婚大吉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然后我在这里送上恭喜祝福，希望你们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快乐，祝新婚快乐，快乐快乐还是快乐，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永远幸福，恭喜恭喜。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的婚礼现场上，此时此刻他们最希望听到的就是所有来宾的掌声和祝福。下面将信号转到婚礼现场，请看现场详细报道。从今天开始，承担起一个家庭所有的责任。
此刻就让大家共同掌声有请新郎登场。此刻站在舞台中央的他可以得到更多的掌声、欢呼声。好，建宇哥哥，今天是你的人生大典、新婚大典，此刻心情如何？非常激动。非常激动是吧？刚才我看到你和咱们的灯光师音响师窃窃私语，不知道是为何，能跟大家说一下吗？我准备给大家来一段特别的。此刻，请。
在你们面前有一条路，走过这条路，你们将共同承担起婚姻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义务；走过这条路，你们将共同承受一位丈夫、一位妻子，在未来一位父亲、一位母亲所要承受的所有担当。如果你们做好了准备，就请迈出坚定的步伐，步入这神圣的婚礼殿堂。两个人在茫茫人海中相识只需要一份缘，而共同牵手走过这漫长的一生，那需要太多的坚持、鼓励、帮助和爱。此刻我们大家不仅仅要为他们送上这最最真挚的祝福，更会用一生的时间去见证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。此刻请新郎新娘在所有爱情见证者的面前郑重地相对而站，就让我们大家共同聆听并一起见证。此刻请问英俊沉稳的新郎，你是否愿意以婚姻的形式与你面前的女子结合？无论她是年轻貌美、健康疾病，你都依然愿意爱她、呵护她，与她走过明天的每一天。请你认真思考并郑重回答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掌声。同样请问美丽的新娘，你是否愿意将你的手、你的心完完全全地交给面前这个男子汉？无论他是贫穷富有、顺境亦或者是遭遇逆境，许多年之后你会猛然间发现他强健的臂膀变得不再有力，挺直的背景渐渐弯曲。当你们步履蹒跚走在大街上的时候，你们是否依然无悔今天的决定？请问新娘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掌声。在这个浪漫的时刻，我们有请一对新人将他们的承诺、将他们的爱化作信物，有请来到天鹅许愿池旁。请新郎新娘面向天鹅许愿池，双手合十，许下心愿。爱情是你小时候种下的，只有到长大后才能真的有。爱情是你梦里梦见，只有到醒来后才能找到的人。爱情是你今天写下的，只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才能实现的承诺。这个愿望不长，却代表着一生一世。请在天鹅许愿池上取下一枚缘分的指环，为它佩戴在爱人左手无名指间。妻子的含义，所谓丈夫便是自己的男人，所谓妻子便是自己的女人。没有相伴终生的诺言，不可妄称夫妻，一旦结为夫妻便不可轻易伤害自己的女人和自己的男人。此刻如果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就请将对方轻轻地拥在怀里。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准备好您最最热情的掌声，共同有请新郎勇吻爱情。
他们的爱情故事。最后，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，我觉得得到最多的关爱就是来自于父母给予我的关爱，得到最真诚的祝福来自于现场各位亲人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。在这样幸福的时刻，首先有请新郎新娘面向你们的爸爸妈妈深深鞠躬，感谢你们大爱无疆。再请有您的亲人面向所有来宾鞠躬，感谢各位真诚祝福，谢谢你们。天下再大，走不出父母对子女的牵挂。在子女发起时刻，我相信最最开心、最最欣慰的一定是他们的爸爸妈妈。此刻就有请双方父母荣耀登场，请。幸福的一家人已经来到了舞台中央，我们首先有请新娘的家长代表、新娘的父亲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。此刻请新郎新娘相聚在香槟酒塔旁，斟满你们爱的香槟酒。朋友们，有人说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魅力、最富色彩的字眼，爱是一首永恒的情歌，它千年不变，万年不衰。爱是一杯甘醇的美酒，它包含着新人
让我们共同感谢深深的爱。当三十年之后、四十年之后、五十年之后，当我们在街上看见一对老人白发苍苍从容走过，他们一定是今天年轻的新郎新娘，老去的是他们的容颜，不变的将是他们永远相爱的心。此刻请咱们每位伴娘呈上两杯淡酒的交杯酒。在这个浪漫的季节，在这个神圣的婚礼殿堂，就请一对新人共同举杯，为了婚姻幸福，为了爱情万岁，为了朝阳的事业，明天的辉煌，干杯。将会永远没有终点。那么此刻的咱们美丽的新娘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想把她的手捧花传递给下一位收获幸福的人，请咱们单身的未婚的朋友来到咱们舞台前侧，我们大家一起热闹一下，为他们的婚礼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来，请咱们美丽的新娘背对着大家，婚礼的时间已经圆满礼成了，此刻朋友们准备好您最后一次热情的掌声，共同有请新郎牵起新娘的手，共同牵手走下台去，走向朋友们中去，将这幸福扬帆起航。
爷爷。这累不累呢，妈妈？不是，没到马上。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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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。倒霉，一说倒霉，老紧。